银州智慧应用数据中心项目，共建智慧的智慧交通、智慧教育等智慧城市建设的项目。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王建宇先生。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斌先生。中国联合公司集团好乐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振兴先生。